你们开秘密会议偷调东西，我要公开是不是？被公开哦。我不晓得调了什么东西，你调了什么东西？对，你们就调后面的宾锐啊，后面的他，你们就在监视器上面做手脚，我上面全部都有啊。那是依照厂商的建议啊，厂商的专业。被公开吗？我想跟今天哦，我要决定是今天一个很简单，本席在这里只是要求一个公平是的测试标准而已。这个公平测试的标准，不要拿 ICT， 不要拿辅助的这几个人做的决议。台志光就是蓝白联手给台北市民留下的烂摊子哦。郝龙斌郝前市长跟台志光签约，柯文哲任内八年继续跟台志光合作，让台志光越养越大，好龟瞌睡哦。那蒋万安更是延续的柯文哲所签下来的合约，继续让台志光对台北市民予取予求。所以昨天柯文哲在指控蒋万安的时候，真的让台北市民十分的傻眼。如果台志光真的很烂，柯文哲八年难道你在睡觉吗？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表示，如果他还在位的话，绝对不会发生陈崇文跟台志光的弊案，因为柯文哲说他跟陈崇文的关系还不错。哦，那此话一出，不禁让人质疑，柯文哲说他跟陈崇文的关系还不错，所以这件事情这个预算可以直接找上柯文哲，所以才不会有官说之情事，是这样子的吗？还是柯文哲可以劝陈崇文回头是岸呢？好，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请那个秘书长，还有请我们警察局，好，杨局长，局长，还有请我们警察局副局长李希尔，李副局长。好，副局长，议员好，局长，秘书好，秘书长好，局长好。好，局长、秘书长、副局长好。本席一样好，跟。我们这组很多位议员哈，很关心我们的 CCTV， 我们的监视器汰换哈。秘书长，我想秘书长很清楚啊，为什么秘书长站在这里啊？哈 ，CCTV 的这个有它的历史典故，也在我们台北市呢，交通或者是其他的治安的防治上面有很显著的这样子的一个成效哈。局长刚刚局长履新不久嘛哈。还有我们秘书长，秘书长是这个监视器在我们台北市的这个，不管是犯罪的防治，还是我们的这个交通的这些这个防治哈，你认为这个 CCTV 好过后好坏？决定后好坏？效果很好，效果很好。局长效果好不好？效果好。哪一部分效果最好？在侦办案件。哦，所以不是交通防治，只是交通的部分的话，行控管制那一块应该也有贡献。但是我觉得在警察局立场，在侦办案件的话，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局长手上有没有数据说 CCTV 在局长来之后呢，他的这个用 CCTV 破案率哈，这个刑事案件或像刚秘书长讲的这些案件上面破案率有多少？跟你说，我现在手上没有精确的这个破案率，不过跟一周报告。这个我们其实很多的案件第一时间我们都是先调阅监视器来，那很多的案件我想这个直接或间接透过监视器侦破的案件其实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局长也认为CCTV 对台北市不管是在刑事的案件的破获率，或者是我们交通案件的破获率，都是有正面加分的，是没错吧？是，也是警察局不可缺的破案的一个利器之一，对吧？是。好，秘书长也这样认同了。好，是这个下一页，这个是我们在第十三届第四大会的时候哈，我们在这个政党协商的时候呢做的这个决议哈。我们做了一个决议，就是在 CCTV 的这个传输的这个部分的这个预算上面有，上次是2亿6600万了哈，在这个部分。有增列了，在针对这笔预算上面增列了一个附带决议，就是说警察局如果改变监视器的架构、系统、传输方式等，需经议会同意，使得变更之。秘书长，这件代志你应该知嘛？知。好。局长，这件代志你敢知？我知。你嘛知？好。那所以呢，我们今年编列 CCTV
这个传输的费用，局长今年是变偌济 ？CCTV 我们在传输的费用，传输的费用3997万，3亿9000万，3亿9997万。好啊，一个监视器变偌济？连续预算偌济？连续的5亿6000万，5亿6000万。好，这两个哈，我们在这个下的这个弹书，我们下的这个附带决议上面是针对这个传输的哈的这个附带决议了哈。那上面有其实有三点哈，改变它的架构系统以及传输方式哈。秘书长，你要讲一下不？什么是改变架构系统传输方式？目前的每个 CCTV 都是独立的专线，就是我不去共用两个或三个去共用一条线这样子，这是传输的一个架构，不去做改变的，就只有限定这个。那其实还包括就是说，可能我每分钟要每秒钟要拍摄的影像，它的那个幅数也不可以变少。好，那其他就是配合我每秒钟拍摄的影像幅数也不可以变少，对，这也算改变的之一。是，还有没有？其他的部分就是配合那个解析度调高嘛，30万变成200万的话，那个频宽一定增求需求会增加，看是要增加到多少这样子。所以我们警察局现在编列原本哈编列了明年的预算，我们现在今年未来要省的这个预算3亿9000多万的这个预算呢，传输费用的预算，局长是编列2枚还是3枚？我们今年110年是编列3枚，没有了。我说还没审的这个预算啦。那其中有目前我们所规划的是有2枚跟3枚，有2枚跟3枚哈。好，看一下下一页哈。你们开秘密会议偷调东西，我要公开是不是？没公开啊？不晓得调了什么东西，你调了什么东西？对，你们就调后面的宾锐啊，后面的他，你们就在监视器上面做手脚，我上面全部都有啊。没公开吗？我想跟今天哈，我要决定。是今天一个很简单，本席在这里只是要求一个公平是的测试标准而已。这个公平测试的标准，不要拿 ICT， 不要拿辅助的这几个人做的决议，5400万亿元给的 PCN 花去哪里？你们说改就改，说改就改，我们也尊重，但是我们要求一个合理公开的一个检验标准。台视光就是蓝白联手给台北市民留下的烂摊子哦。郝龙斌郝前市长跟台视光签约，柯文哲任内8年继续跟台视光合作，让台视光越养越大，好龟瞌睡哦。那蒋万安更是延续的柯文哲所签下来的合约，继续让台志光对台北市民予取予求。所以昨天柯文哲在指控蒋万安的时候，真的让台北市民十分的傻眼。如果台志光真的很烂，柯文哲8年难道你在睡觉吗？为什么继续跟台志光合作，而且让台志光越来越大，然后跟他的合作项目越来越多？而昨天柯文哲指责蒋万安之后，蒋万安居然第一时间无法回应，后来是派李四川出来开呛柯文哲哦，让台北市民不禁傻眼，觉得说难道现在的台北市长姓李不姓蒋吗？为什么蒋万安没有办法回应，是派李四川副市长出来回应呢？这么大的问题，蒋万安真的是儿皇帝，真的是妈宝市长，无法好好的讲清楚，只能躲在李世川李副市长后面吗？蒋万安到底在做什么呢？那从台志光这一件事情看，让台北市民看到哦，垃圾不分蓝白，就是蓝白联手让台志光越来越大，对台北市政府予取予求哦。所以我觉得这一件事情蓝白都有责任，必须要对台北市民来讲清楚。所以蓝白不要逃，不要以为互相指控互相咬就可以把自己的责任甩锅给对方哦。就是你们两个要连，就是柯文哲跟蒋万安郝龙斌都必须出来讲清楚说明。前台北市市长柯文哲表示，如果他还在位的话，绝对不会发生陈崇文跟台志光的弊案，因为柯文哲说他跟陈崇文的关系还不错哦。那此话一出，不禁让人质疑，
柯文哲说他跟陈崇文的关系还不错，所以这件事情这个预算可以直接找上柯文哲，所以才不会有官说之情事，是这样子的吗？还是柯文哲可以劝陈崇文回头是岸呢？台志光弊案我们都知道，柯文哲他表示说这个蓝绿一起 A 国家的钱，柯文哲难道自己不也是共犯吗？他也不付了台志光这八年的钱吗？当时候的有柯的议员在哪里呢？柯文哲如果认为台志光是个弊案，当年当初就应该把所有的案件都送给检调来侦查，而不是到事情发生之后才在这边事不关己，把这个台志光弊案拿来当作自己政治声量的工具。所以柯文哲自己难道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更可恶的是，当记者问柯文哲市长说究竟是哪一些议员在施压，柯文哲还表示说我不讲人家的坏话。哎，柯文哲前市长啊，你现在不就是在讲蓝绿的坏话吗？你甚至把没有涉及相关此案的议员不也是在拖下水吗？你不也是在讲更多人的坏话吗？当年你是台北市市长，你却不能够挡下台资光的弊案，这就是你的过错。然而今天你依然还在掩护这些议员，你说你不讲人家的坏话，但是你却把蓝绿拖下水，在博自己的政治声量。当年身为台北市市长的你以及有柯的议员在哪里？所以请柯文哲前市长不要一副事不关己在看戏的心态，这种的心态，这样子的态度相当的恶劣，不要把弊案当作自己的政治提款机博声量的工具。